里边请。谢谢。季小姐，这些都是我们这两年的原创作品，市面上流行的其他款式我们也都有呢。罗小姐的设计作品啊，可是拿过国际大奖的。过奖了。那季小姐有没有什么偏爱的款式？看上去都好好看呀。我们严太太就是个女汉子，平时哪懂什么婚纱呀？还是您帮她介绍吧。小姐，你们觉得适合吗？合不合适，试试才知道。你好，这边请。那边。专门为孕妇准备的婚纱，6个月以内都可以穿，方小姐可以试一下。不用了，我想等到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再办婚礼，到时候我再来选吧。严总特意嘱咐过我，让您今天一定选一件，你就别客气了。那就试试吧。那我就试试这件。方小姐，你的眼光可真好，这是我们推出的最新款。王先生，先喝杯水。谢谢。小欧正在试婚纱，你看你今天没来啊，他情绪可不太高啊。没事儿，回头我向他赔罪。是不是店里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没有没有，我自己办点事儿。成，那你先忙。嗯，好嘞。刚刚好，这款婚纱特别挑身材，也只有像季小姐这么好的身材才能穿上。冯大哥，你觉得呢？好看。我还是有点拿不定主意。你可以再多试几套，拍些照片回去让严总看了再定。好。完全看不出来你怀孕了。这裙子还能穿得上，说明我这个控制体重还可以啊。太可以，太美了，老冯，你好福气啊。挺好的，这样，她生完孩子，这可选择的款式就更多了。喜欢就定了，反正是严老板出钱，不要白不要，让他今天放我鸽子，咱们给他放放血。咱们俩以前多想一起穿婚纱，今天总算梦想成真了。老冯说的对，等我孩子生完了以后。那我能选择的款式就更多了，到时候肯定比你漂亮多了。哎，穿都穿上了，好歹拍张照吧。冯大哥，给我们拍张照吧。哦，好的好。好，再来一张啊。哎，看这儿。小奥，我穿这衣服身体有点不舒服。
我先去换自己的衣服了。你慢点啊，王大哥，把照片传给我啊。啊，好。人呢？人刚刚进去，走。先生您好，房间里还有其他人吗？还有一位女士。小欧今天的婚纱秀是不是特别漂亮？你也不错呀。那我们俩谁更漂亮？你俩气质不一样，各有各的漂亮。少来了，人家是九头身，我一个大肚婆怎么比？这可不像未来辣妈说的话。你跟小欧认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没有追她呀？你看你这问题问的，小欧在我心里，她就是一个妹妹。那我也是你妹妹啊，战宇还是小欧的弟弟呢，不也暗恋她吗？一会儿想吃什么？随便。喝。老冯，咱们领证去吧，明天。领证？好啊。哎呀，可领证这是个大事啊，咱是不是得看个日子呀？没事，我不迷信，就明天吧。明天？明天不行啊，明天一早上我去码头接货，然后回到店里我得安排工作，那结束怎么得下午了？说了，这领证是大事儿，咱是不是得准备准备啊？哎，我去给你倒点热水吧，泡泡脚，啊，站了一天了。